汉语口语速成第十六课，他正在等他爱人呢。生词 New words 家家正在正在打折打折顾客顾客少少有的有的挑挑排队排队交交移移先生先生找找刚才刚才打电话打电话招聘招聘打算打算应聘应聘外边外边下雨下雨雨雨一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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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聊天儿聊天儿大家大家明年明年可能可能旅行旅行回答回答猜猜擦擦黑板黑板音乐音乐信信记记邮票邮票安娜安娜句型练习 Sentence Pattern 你正在做什么呢？我正在擦黑板呢。你正在做什么呢？我正在擦黑板呢。你哥哥正在做什么呢？他正在听音乐呢。你哥哥正在做什么呢？他正在听音乐呢。你妈妈正在做什么呢？她正在看电视呢。你妈妈正在做什么呢？她正在看电视呢。你姐姐正在做什么呢？
她正在唱歌呢。你姐姐正在做什么呢？她正在唱歌呢。刚才我去她宿舍的时候，她正在学习呢。刚才我去她宿舍的时候，她正在学习呢。刚才我去教室的时候，外面正在下雨呢。刚才我去教室的时候，外面正在下雨呢。刚才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正在写信呢。刚才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正在写信呢。刚才我到电影院的时候，他正在等他爱人呢。刚才我到电影院的时候，他正在等他爱人呢。丽丽最近在找工作呢。刚才我去她那儿的时候，她正在写简历呢。丽丽最近在找工作呢。刚才我去她那儿的时候，她正在写简历呢。听说这家公司正在招聘职员，我打算去应聘。听说这家公司正在招聘职员，我打算去应聘。明年的这个时候，你可能在做什么呢？我可能在旅游呢。明年的这个时候，你可能在做什么呢？我可能在旅游呢。明天的这个时候，你可能在做什么呢？我可能在吃饭呢。明天的这个时候，你可能在做什么呢？我可能在吃饭呢。明天的这个时候，你爸爸可能在做什么呢？他可能在睡觉呢。明天的这个时候，你爸爸可能在做什么呢？他可能在睡觉呢。这家商店在打折呢，顾客很多，有的在挑东西，有的在排队交钱。这家商店在打折呢，顾客很多，有的在挑东西，有的在排队交钱。这是小雨买的苹果，有的大，有的小。这是小雨买的苹果，有的大，有的小。邮局里有不少人，有的在寄信，有的在买邮票。邮局里有不少人，有的在寄信，有的在买邮票。安娜一边听音乐，一边看书。安娜一边听音乐，一边看书。他们一边吃饭，一边看电视。他们一边吃饭，一边看电视。丽丽跟朋友们在房间里，一边喝咖啡，一边聊天。丽丽跟朋友们在房间里，一边喝咖啡，一边聊天。课文 Text 这家商店的东西正在打折，商店里顾客真不少，有的正在挑东西，有的正在排队交钱。咦，这位先生在做什么呢？他正在等他的爱人呢。
小雨最近很忙，她正在找工作。刚才我去她那儿的时候，她正在给一家公司打电话。听说这家公司正在招聘职员，她打算去应聘。外面正在下雨，莉莉跟朋友们在房间里一边喝咖啡一边聊天。莉莉问大家，明年的这个时候，你们可能在做什么呢？小叶说，我可能正在跟男朋友一起旅行。直美说，我可能正在想你们。安娜的回答很有意思，你猜猜，她说的是什么？